好，我们看栗战章的官司诉讼的一个案例。2013年8月11日啊，下午的4点，做建材生意的胡女士啊来咨询，说是跟亲戚家发生了一个官司，问这个官司发展的这个事态如何，结果如何。对方的年命呢是1961年辛丑年，丈夫年命为1982年壬戌。我们来看这个奇门盘势，丈夫年命为壬，壬水命宫啊为对宫，成白虎，受天瑞星啊所生，欲开门，生龙活虎之相，命星天柱星，飞入震宫。这个天柱星啊为打斗之神，白虎为凶伤之神，又遇死门，天柱星又反隐啊，在震宫为反隐，一片打斗之象啊，这种组合非常的凶。看对方的年命为辛金，辛金的命宫在艮，乘六合天冲星来克命宫，惊门主惊恐不安，乙家星用龙逃走为受伤之象。对方的命星飞入巽宫，飞入巽宫遇到的是伤门，为受伤之象。辛金在巽宫为入木，丙辛又合，是不祥之兆，象征着躺在床上不动的这种啊意象。六辛又逢六合，又成六合，为说合之象。这样分析完以后，我给胡女士说，你丈夫应该是把人打了，而且打得很严重啊，对方已经这个住院受伤，还在床上动弹不得。这个胡女士反馈就是，亲戚家的一个长辈不知因为什么事给她的丈夫骂了她丈夫几句，她丈夫就出手把人给打伤了，现在她丈夫也被关押了起来，所以看现在到底怎么办。那这个六星年命成六合，成六合的一般都是说合之相，一般都是说合之相，所以我告诉这个胡女士，你给人家道道歉是吧，对方会主动妥协下来，家和万事兴，到时候你们两家再谈一谈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后来呢，胡女士反馈给对方赔了些医药费，他们两家就和解了。